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帅，今天是630岁，又叫我们今天要长六半，长六半，到礼拜三了，嗯，就到礼拜三了，对啊，又到礼拜三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又是看到了一个我们想要转的，给大家看看这个米桶，那其实它还挺贵的，140，这样140。那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想转这一个跟哪一个？这个吗？我想要这两个。你想要这两个？那我想要这一个。那我们今天要抽几次？今天太贵了，我们就抽3次就好。3次，然后中到那3个？对。那不就超神抽了？对，你确定哈？然后不敢哈？不像上次一样，就直接还要再重抽一次。对。好。我们要血池。好，我知道我要血池，是我要血池，因为我上次真的是就是抽到一样，然后又抽到天狗，那就很。所以。然后呢？所以就抽3次。今天就给你抽。今天给你。然后抽3次。对。好，了解。返回一层的机会。好，那我就抽3次，然后看可不可以抽到人形五重塔跟大鸟猪肉。好 ，OK。好。人心上突然颤抖了一下。啊，忍者，忍者。我不要，我要这个。五娘，是歌技吗？五重塔，快到五重塔，五重塔，是我们想要的。对。忍者，好，那么就回去开箱给大家看。又是我爆抽了，就是抽到我们不想要，然后还重复了2次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回去开箱喽。好的，我们回到家了。那我们刚才有一个重复转到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开一个忍者跟一个五重塔给大家看喽。开箱。忍者，你拿的是忍者，所以我拿的是五重塔。OK。虽然一刚开始没有想要抽到，但是我后来觉得，是分开的。忍者也还挺酷的。哎，对，是分开的。然后，对啊，是分开的，是分开底座。包装还蛮，这样就不会撞在一起，就是那个不会零件不会磨坏掉，我觉得还蛮细心。对啊，哦，没有这个更细心，你看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日本的欧米亚给就是日本的土产名产物。那这边有招财猫，还有那个狗狗，还有这个锅子火锅吧，我好像没有看得很清楚。那这个是忍者，连英文日文的版本都有，哎，酷。然后这边是五重塔，还有鸟居武士。跟那个人形的英文跟日文都有，真的是做得很详细啊。那又叫你先帮我拆忍者。好。那我来翻译给大家听。好，慢慢来。忍者是战国时代会潜入敌方进行间谍活动跟谋略，
那会保护自己人的人们。那因为他们会藏身在黑暗之中，所以他们的衣服就是黑色的，还有加黑色头巾。然后他们会使用独特的武器，还有兵法，就是现在所说的忍术嘛。然后他们因为就是秘密的活动，所以他们的记录非常非常的少。那有如像谜一样的人们，那现在就是在现代，他们会在小说中或者是电影里面，多数都会被创造出来，就是感觉就很酷，然后就是像这样秘密的人这样子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他是歪歪的。对，这样他好像要再插进去。OK， 哦，我不够用。好，哇，好了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开始拆这个五重塔。那五重塔的介绍就交给悠讲了，麻烦你。那我就开始喽。日本呢，于六世纪中的时候，佛教非常的盛行，就非常多的人信佛教。那因此呢，寺院的数目当然就非常多。那五重塔呢，就是会在各地的寺院里头呢建造这样子的塔。啊，据说呢，佛陀的遗骨呢会在这个塔里头被祭祀，这样子。那有很多的人呢，就是信众想要朝拜这样子的塔，他会从很远的地方朝拜，所以塔呢就做的比较高楼，让远远的人呢就可以朝拜了。那高度呢会到50公尺以上这么高，约16层楼。那现在呢，秀一组长的这个塔呢，就是在奈良圆心寺里头的五重塔的一个小模型。哦、好，这样我们就成功了。好，那我们建造给大家看，好吧？好，那我来收垃圾。好，这个就是奈良五重塔。那实际上我有看过真正的建筑，但其实我已经忘记它多高了。但是很巨大，对吧？我记得是很巨大了。哇！对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奈良五重塔，这是我们想要之一。对，超精致的哎、okay ，其实还挺精致的。对啊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忍者。好。哦，其实实际上，虽然我们不想要忍者，但还挺帅的。对，我也觉得抽的时候觉得超帅的，有点像火影忍者。然后他抽到的方式跟他那样跑步的姿势很有动感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转蛋开箱咯。对，忍者五重塔。我以为你说忍者五重天呢，到底是什么鸟东西？好，那就是以上就是我们抽到的这两个，那真的是很可惜，我真的很想要那个鸟居，大鸟居，鸟居那个应该很好看，真的有点可惜。好，没关系，对，就我们抽到这两个，也算是一个小回忆。对。而且也可以认识文化，很好。对，他那个故事，那个真的真的很详细。好的，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话，不妨在下面帮我们点个赞。那如果想持续并且追踪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在下面帮我们点个订阅哦。好，那如果喜欢我们这款系列的话，也多多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们，然后来订阅我们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！记得分享给阿妈哦。是不？那阿妞，我没讲台语啊呢。